两年一下，花莲下雨，它那个水源关掉，水源冻了，对啊，这个下游的二十几个人，我伫无水塘那边，无水塘吃饭枵死，因为无水人无水就其他地方无啥死，剩下两年个人，啊，叫伊讲，门台计叫伊讲，这二十几个人，关无是有伊个来干真有名，因为第一个工作大伊，啊，二十几个人无死。但是有些没有这个专利哦，因这位是当地，阿妈是在做手术，这么是做手术，啊，我们因为关于水管的工作，因为咱下游按下游工具嘛，而已，有可能有灾啦，啊，就我们伊嘛是算来讲乐善好施，没善，所以有这手术，所以。